讲到郭台铭的支持者是发起到连署，爱伊推动来选总统，因为郭台铭是南投的囝婿。郭台铭的太太詹欣盈的后头厝南投市赖欣里，最近就吊袂少的红布条，面顶写讲南投的乡亲全力支持南投的囝婿选总统。詹欣盈的十即个叔伯兄哥讲，当地乡亲正咧筹备连署书，要全力支持到郭台铭推动来参选。当当的红布条啊，挂伫大路林顶面写，南投乡亲全力支持南投囝婿参选总统。这布条顶面所写的南投囝婿，就是鸿海前董事长郭台铭。咱一定会甲贵党的亲力相挺，林太太嘛，阮詹家主张吼，啊，对咱地方贡献良多吼。南投市赖欣里到处拢看到红布条啊！这赖欣里就是郭台铭的太太詹欣盈的老厝。过去郭台铭到处捐款帮忙去棒球场，另外固定捐款赞助优山队。郭台铭输掉国民党的总统初选，詹欣盈老厝的亲友拢跳出来讲要发动人数支持郭台铭，推动参加2020总统大选。因为她是南投的女婿啦，啊，所以我们准备下个月8月2号。我们要发动全村庄哈来联署，哦，要联署非常多回来，要给他看，让他有信心。亲友拢讲，只要郭台铭宣布参选，因就全力支持，也佫建议郭台铭组一个鸿海救国党。乡亲非常热情，等郭台铭回国，公布伊的决定。